老师，你们可能也得稍微往后点。谁想出来的要落水，真的是。这个的幅画是描写《敏感》这首歌的。它底色是黑色和蓝色，红色是副歌。黑色跟蓝色更多是代表一个情绪吧，黑色可能比较绝望，蓝色可能比较沉默。然后红色是要走的路，然后走的路上可能会很暴躁，然后也会很崎岖，会分岔开，有的会走到沉默那边，有的会走到绝望那边。然后沉默当中就会有很多东西，有白色的希望，然后也有一些绿色的想法，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清澈的。OK， 收工，辛苦了。